出租车司机的驾驶技术，我相信每个人都体验过，不管车辆是在平地、池洼地或是半坡起步，他们都不会手忙脚乱，起步行车的速度既匀又稳定，虽然来往的车辆络绎不绝，但还是操纵自如，毫不惊慌失措。不管车辆有多拥挤，他总能安全的左拐右拐驶过，遇到急窄的地方他也总能巧妙的穿过。如果这时你再给他说赶时间，那一脚油门就直接杀向远方，前路两边的绿树和建筑物刷刷刷的向后倒退，让人的眼睛都看花了。其实有时候我都认为，每个出租车司机是不是都有一个赛车梦，而每个出租车司机都是被生活耽误的赛车手，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。曾在去年发生过一件事，有位乘客打出租车回家，52公里的路程只用了34分钟，乘客坐在车上大气儿都不敢出，好似坐在赛车上。期间该乘客有看过这辆出租车的仪表盘，一直都保持在140到150码左右。虽然乘客提醒了出租车司机，但司机也表示让其放心，他的车技绝对没话说。事后虽然安全到达，但该乘客也不由感叹，这样的车技不去做赛车手真是可惜了。要说技术最好又不失速度的出租车，应该是重庆出租了吧。我曾去过重庆旅游过几次，每一次坐出租车都感觉惊心动魄的。重庆的道路和其他城市的道路不一样，这座被称为山城的城市，不论是转弯还是直行都和上下山一般，特别是一些陡坡，我坐在车上上坡感觉车身都要立起来了，非常吓人。最后我想说，虽然各位司机没有当成赛车手，但坐你们车上的每一位乘客，严重点说都是把性命交给你，所以还是劝导各位出租车司机安全驾驶，禁止超速。另外我觉得有很多出租车司机可以换换职业，去报名当赛车手，人要有理想嘛，万一实现了呢。